然仙女棒唤起儿时回忆，另一旁铺满肉的肉肉圣诞树更是让少女心直接喷发。连锁火锅店抢攻耶诞节商机，12月29号前两人同行就送肉肉圣诞树提升人气。我们特别加入一些视觉性的创意，那增添一些节庆的用餐仪式感。圣诞节也好或跨年也好，目前的定位也都是额满的状况。夹起肉片放进锅内涮5秒，美味入口。耶诞节档期刚好是韩流报道，餐饮集团旗下五大火锅品牌推出消费满千再下载官方 APP， 集满2个品牌抽 iPhone 14， 集满5个就送1折券。另一间连锁火锅店也推出汤底新品，豪华版麻油鸡汤，麻油姜汤底搭配气冷鸡，香喷喷麻油鸡在火锅店也能吃得到。另外锁定耶诞加跨年，民众爱聚餐，推出8人以上用餐送蛤蜊100颗或是白虾50只。非常心动啊，因为蛤蜊本身也是价格蛮高的，然后我们只要聚餐啊，然后就送这么多的分量，是我觉得很吸引消费者。其实大部分的定位都已经满了，它整个业绩将近有2%到3%的成长。另外还有烧烤店更是大玩变装趴，耶诞节限时2天穿全装耶诞老人服用餐，当天餐点全部都免费。疫情趋缓，耶诞跨年气氛升温，餐饮业者各出奇招提高来客率。记者是徐翁佳宇台北采访报道。我是林佩杰，从生活消费、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，透过镜头传递新知。我在中视带您掌握大小事，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激动-4°C，有小冰宫之称的紫藤原结冰了，在阳光照射下宛如大型水晶吊灯，景象绝美壮观。气温在零度以下，紫藤原的浇灌系统不休息，就怕关水后管内水结冰膨胀爆管，因此水滴凝结成为冰柱，地面也形成冰珠，晶莹剔透，十分亮眼。漂亮的冰网、冰棍、冰柱形成一个超级梦幻的冰雪奇缘世界，不用结冰。高山成了冰雪世界，福寿山农场的蓝银湖表面也结上一层薄薄的冰，游客甚至用冰块体验打水漂乐趣。奇特的是，湖中锦鲤还在缓慢游动。鲤鱼自己会有一个求生的道理，而且在冰下面的水温其实是还蛮适合鱼生长的。海拔2700多公尺的南横公路，低温也只有2到3度。山壁上的小瀑布结冰，远远的看就像时间暂停一般，吸引游客驻足拍照。会不会觉得冷？镜头转到合欢山谷岭，长发辣妹拍照露出美腿，冷到狂发抖。平安夜寒流发威，清晨最低温在苗栗只有4.3度。气象局预估周末平地气温最低下探4度，但高山水气不足，想要在耶诞节看到雪，游客恐怕要失望了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全鸡碳纤维，只有400公斤的鲨鱼鸡，外形流线帅气，起飞后在天空中旋转，变换各种队形，精彩飞行秀让底下民众看的是目不转睛。这是蛮新的体验了，在我们台湾可能就比较少这种活动。不止专业飞行员能操控，一般民众也在后座体验时速超过300公里快感，翱翔天际的同时还能远眺八卦山平台。翻滚、爬升、交流让我自己操作，对，那感觉比坐云霄飞车还要刺激。彰化第一座合法的大型运动飞行场举办耶诞飞行趴，让民众体验世界速度最快的超轻型飞机，还有每季一次的公开飞行表演。不再是以往只有军中啊才能有这个军机的表演哈，我们在民间的团体也可以打造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飞行表演秀。带飞的教官也大有来头，开过 F-16、幻象2000跟 IDF 等战机，场地也提供遥控喷射飞机玩家使用，大呼超级过瘾。基本上台湾目前最大的飞机就是 F-16，就是这一台。想要当飞官啊，当飞官当不成就是飞小的。不能当飞官，也要应援飞行梦。飞行场中各种飞机较劲，一般民众也感受热闹氛围，留下最难忘的耶诞节回忆。记者陈寿阳、是李云杰彰化报道。
我是李玉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，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天气冷，来杯热咖啡，不少人每天都要喝一杯，但咖啡因喝太多恐怕很 NG。期中考之前就是熬夜的时候才会比较常喝，早上起来然后上班之前喝一喝这样子。摄取过多咖啡因超危险，营养师解释，每个人一天摄取量别超过300毫克，不然恐怕咖啡因上瘾。咖啡因上瘾啊，像有些人不喝然后他就比较容易头痛，不会建议每天都摄取那么多的一个咖啡。不止喝过量危险，连喝的时间也要注意，起床后别空腹喝，可以延后90到120分钟，搭配早餐，过中午之后也尽量别喝，睡前6小时就要喝完。因为咖啡因进入人体45分钟就完全吸收，15分钟到2小时之间达到最高浓度，8小时之后才会排除。如果出现坐立不安、紧张、兴奋等8大症状，当心已经咖啡因中毒。天气冷飕飕，平常喝的优酪乳或是优格可以加热吗？加热我觉得口感应该蛮奇怪的，里面的那个营养值应该会被破坏。2度到50几度左右，如果去加热可能会一下子它这个温度就超过53度。优格优酪乳是可以加热的，但别超过53度，免得把益菌都杀死。如果太冰了不敢喝，就等等退冰再喝，或是隔水加热。冬天喝热饮小心没杠，才能暖身不伤身。记者蔡双吉、陈珊珊、高雄采访报道。我是陈怡蓉，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，而国内的第一线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。更多的新闻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开启小铃铛哦。人保虞美人蔡昌宪出席特别节目超级华人风云大赏，艺人捧恰恰许孝顺一身喜气红彤彤，领军龙队对上曾国城的虎队。郭宏志来前进行徐展元，虎队来势汹汹，还邀来当红的原子少年助阵，人气爆棚的原子少年进行。虎队往年都是常胜军，阵容又都是年轻人，让彭恰恰没信心，未战先举白旗投降。我们这边赢啊，对啊，那可怜，那不错了，你还报告，你比定嘞。前姐钱维娟杀气腾腾，说不用比运动，照样能赢龙队。那顺哥，我给你报告一下，我们不止篮球跟棒球，所有项目我们都没什么问题。哎呦，是吗？今天就是惨了，惨了，惨了，一定有这个必胜的决心。我们准备了香蕉在那边打曲棍球。除夕特别秀，两方人马 PK 歌曲、运动和戏剧，精彩热闹，千万不能错过。记者吴逸轩 SNH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